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频道会增加一个新的专题、新的栏目，就是怎么样做副业，怎么样赚钱。那么在之前，我的频道也分享过类似的内容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把所有的这个视频全部删掉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又把这个栏目给做起来啊，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，能够赚钱，在网络上能够赚钱，能够学到一些知识。那么闲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步入正题啊。第一个项目就是聊天项目，这个聊天项目是正规的一个项目啊。具体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这个月13万多，又到月底了。聊天项目长久稳定，长久稳定，长期放票，躺赚啊！每天都是几千。12月1号，完美的一天，到账7000，7200，舒服哟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聊天项目究竟是怎么样去做啊？那么我这边有这个详细的讲解啊。这个聊天项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，我是第一个，我讲的是女性啊，就是他们，你如果推荐给女性做的话，他们女性应该这样做，就是在平台上面和陌生男的进行文字聊天、语音聊天、视频聊天等等啊。然后这个平台是非常健康的，也是国家审核通过的啊，这个是绿色的平台，不能聊一些乱七八糟的啊，聊一些这个，就是污的啊，不然会封号。如果你一聊到相关的东西，就会被封号啊。然后这个呢是女性免费的聊天，男性需要充值啊，需要充值聊天，也就是你男的要充钱，女的免费聊啊，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，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嘛，啊，男的多，女的少，可能现在女的比较吃香啊，所以说这个男的需要充钱才能聊啊。文字聊天是1毛5分钱，一句话1毛5分钱啊，就是可能你跟他聊了，不知不觉就聊了几百句话啊，几百句话你们算一下就就是十几块钱啊，几十块钱，上百块钱的啊，比如说打一个字也算啊。然后语音聊天，比如说啊，文字聊天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女的啊，或者是这个你聊的感觉不过瘾啊，打字太慢，可以语音聊。语音聊天那么就厉害了啊，1分钟1块钱啊，跟以前的声讯电话有点差不多了啊。他们这个男的反正充值跟你聊嘛，因为他这个感觉聊上了这个瘾，聊上瘾出来了啊，然后就跟你在这边聊天啊，是不是就开始跟你语音聊了？啊，然后还有的男的不满足于语音聊天啊，可能他需要视频跟你聊天，是不是？那么视频聊天的话，那就更厉害了，2块7毛5一分钟啊，2块7毛5一分钟，可能你跟他聊个10分钟啊，聊个十分钟就是二十几块钱了啊，聊十分钟就20几块钱，那么你找10个人聊，比如说一个人跟你聊1个小时，你想想看，1个小时就多少钱了，是不是？那有10个人跟你聊，那一天就是几百块啊。我们这边最高的女的话，一天聊1000块钱是很正常的，聊1000块钱，一天聊1000块钱是很正常的。啊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理啊。我把这个码已经放到这个我们屏幕上面啊，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扫码啊，自己去下载啊。然后，这个项目的话，新手可能前两天收益比较少，因为你刚进这个平台的一个小白新手，只有几十块钱，但是你随着对这个平台的熟悉嘛，然后慢慢的可能会稳定的在几百上千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案例啊。你看这一个小姐姐，她也只做了几天，最开始的10块钱一天，到15到60，到180，今天现在都已经100多了，才7点钟都有100多了，晚上的话肯定更多一点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女性的啊，她直接聊天了。看，他们聊天的话，反正就是你不仅有聊天的收入，还有一些这个礼物啊，还有人会给你送礼物啊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收入就是这是女性的收入啊，这就是女聊天员，她每天的收入都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啊收到的钱，还收到礼物，看到没有？
这个就更厉害了，四百多啊，一天聊个四百多，那么什么也不用烦，是不是非常好？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平台要不要钱啊？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啊，不需要任何一分钱，但是男的可能要钱，女的是免费加入，女的免费加入啊，而且是正规的聊天啊，不是跟你聊一些乌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啊。如果是让你交钱的啊，都是骗的啊。那么我们是来看一下他们聊天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啊？比如说，你今天没上班吗？没有啊，做什么的呀？做这个珠穆朗玛峰修电梯的啊，幽默啊，比较幽默一点。他是我给长城贴瓷砖的啊，这个就是聊得非常的有意思啊，就这样聊啊，他们就是女的有收入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女性如何去做这个聊天项目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男性如何去做这个项目啊。下面我们接着来聊这个男的该如何做这个聊天项目啊。比如我也是男的，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做？男的做的话，就是要找一些小姐姐来平台聊天赚钱，那就是推广嘛，就你让小姐姐去推广啊。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厉害的，他让他女朋友到这个平台上面聊天，然后他女朋友大概一个月收入大概是2万多块钱，他收入是一天大概他因为他不会推广啊，他只能让他女朋友推或者让他朋友。他一天大概也就是，200吧。他女朋友是1000多啊，1000多。我可以把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把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后面就是我跟这个，我的朋友网友在聊天啊，他说这个女的比较好赚钱，一天几百上千的，然后他现在每个月能搞2万多啊，看到没有？每个月搞2万多，然后他还咨询了律师啊，律师说这个可以的啊，不违法。然后他说他推荐一对夫妻，一年搞了30多万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。然后我跟他说我做这个洪水的啊，他说洪水影响国家形象啊，所以说我把这个频道都删掉了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他聊了一个内容啊。对了，我看一下他的收入啊，然后这个就是他女朋友今天的一个收入啊。截止到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到了下午的3点多钟啊，将近4点的时候，您聊了731块钱啊，你聊了731块钱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上个月的一个收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每天的收入都在1000元左右啊，每天的收入都在1000元左右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他们审核他这个是一个月，他这个是一个月，提现2次啊，就是15号提现一次，然后月底提现一次，审核4天，也就是12月4号到账啊，看到没有？每天1000元啊，每天1000元，啊，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啊，我把这个码已经发到边上面了啊，大家可以去做一做这个项目啊，然后推广的多的话，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上面，他一个月收入13万多，他是推广的比较多，他可能推广了100多个女性去聊天聊这个项目啊，就是他的提成是15%啊，就是说，比如1000块钱，他可能就提成150块钱，那么他找了50个、100个这样的女性去聊天，那他是每天什么都不用干，可能一天的收入就是好几千，所以说他一个月十几万啊，所以说这个项目啊，是非常好的，这是其中一个聊天的项目啊。那么下一期我会分享另外一个聊天的项目啊，这个项目绝对靠谱，而且是十分稳定的绿色的一个项目。只要你推广好了，基本上每个月是躺赚啊，很稳定啊。这个已经运营了好几年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一个推广了啊，这就是一个代理模式啊，就说你推荐。你就是你推荐小姐姐聊天，可以获得15%的佣金提成啊。你推荐的男的推广员，你也可以获得无限代理的这个收益提成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看他推广了这个28个人啊，就有这么多钱。他推广了，你看这个人推广了2000多个人啊，有每天5000多元的收入，一个月十几万啊，一个月十几万。是非常厉害啊！真的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太厉害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项目啊，是非常靠谱的啊。
我希望大家在过年前把这个项目给做起来啊。这个项目啊，它是任何项目都比拟不了的。第一，这个聊天项目小姐姐不用投入一分钱啊。第二，她不用去推广拉人头，只需要每天聊天就能赚钱，赚几本，是不是？那么其他的一些网络项目需要交钱、交门槛费，交什么什么费用的啊？这个不太靠谱啊。那么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小 C 啊，小 C 浏览器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啊，因为我之前的视频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 C。小 C 的话啊，目前我推广的是4000多人啊，4000多人，然后他目前已经到达了0.01个比特币，0.01个比特币啊，大约收益快要到200美元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的收益是200美元，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啊。如果是到了0.1了就不得了了啊，我。好像我推广了有一个人，他说已经到达了0.2个，就是0.2个比特币了啊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推广的，非常的厉害。那么我这边，我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19美刀了啊，19美刀是非常厉害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啊，坚持做。可能后期哪一天我这个突然就爆发了，一下子就到了。一个比特币那就不得了了，就是一万多个这个美刀了，1万多美刀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。那么下一期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，我目前操作的一些这个项目啊，我目前操作的一些哪些项目，然后分享给大家啊，希望大家在过年前都能赚到钱啊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啊。